一开始呢，先带给您一个最新的政治方面消息了。到底谁要来选新北市？这是目前根据中时新闻网的一个最新民调，说民进党呢先前传出，本来他们党中央希望林佳龙去选新北，但林佳龙一直认为要把机会留给长期在准备的人。好，结果呢，今天上午就传出了，说蔡英文总统在接见美国的参议员参访团之前，要先接见林佳龙，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，希望能够再一次的来跟林佳龙恳谈。好，也传出林佳龙终于点头，愿意挑战新北市长这一局。同时呢，也希望大家再给他多一点时间来说明，到底林佳龙事后是不是真的有被劝说成功，要来选新北市长。好，今天会有进一步的相关政治讯息。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，这个比较大的，好，它是比较适合大坪数的。那再来呢，还有这一种款哦，这种办公室很多，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，放在你自己的桌上。哪里买呢？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，记得输入优惠，马上就给你折扣。